云遇上本啊 ，Kevin 啊，咁今日嘅话咧就带大家嚟到我哋一个佛山市嘅一个南海区，咁呢边嘅话咧就系属于我哋嘅一个千灯湖片区啦。咁现在咧嗱，我哋所在嘅位置咧就喺我哋嘅一个桂华东路呢边啦。睇翻我哋左手边呢个嘅话咧，有一个天安中心啊，天安中心嘅话咧系一个深圳嘅一个上市集团嚟嘅，正正就喺我哋今日要睇项目嘅旁边位置。再睇下我哋马路对面啊，有一个万科金域南湾。咁现在嘅呢一个二手嘅房价嘅话咧，已经系讲紧3万到4万噶啦。然后好啦，镜头俾翻我哋呢边，我哋今日带大家嚟睇嘅呢一个笋盘啊，即将要同大家介绍嘅话咧，叫做顺联公园里，系啦。咁佢嘅一个回报率咧系高达10厘嘅。咁而且嘅话，我哋上车嘅一个门槛亦都非常之低。咁圍翻落嚟嘅單價嘅話咧，大概都係6-7千元左右嘅啫，係咪非常之筍咧？咁事不宜遲，我哋入去了解。Hello， 大家好，我係環宇筍盤嘅 Kevin 啊。咁今日嘅話咧，就嚟到順源公園里呢度嘅話咧，售樓部請到我哋內場嘅同事阿梁先生同大家介紹一下我哋嘅一個區位沙盤。大家好，我係呢邊嘅現場銷售，我姓梁啊。咁而現在嘅話咧，我同大家先介紹一下我哋呢一邊嘅區位先啦。OK。咁首先我哋而家所處嘅位置嘅話咧，係粵港澳大灣區排行第4 GDP 嘅佛山啊。佛山嘅話咧係分好多個區域嘅。咁我哋目前所在嘅就係最發達嘅一個區位，南海區嘅桂城板塊。咁我哋目前嘅話咧係屬於千燈湖 D 區嘅。咁其實以前有嚟過佛山嘅朋友咧，應該都知道千燈湖係最佛山最先發展起身嘅。房價依家都係最貴嘅喎。最貴嘅地方。咁千燈湖 A 區嗰邊咧已經係發展咗。起身噶啦，目前嘅話咧係去到5萬到8萬元一平方。咁我哋而家公園裏所在嘅位置咧就係延伸發展嘅 D 區板塊，咁亦都係未來佛山發展嘅一個重心地區嚟嘅，亦都係廣佛同城嘅一個橋頭堡位置。咁目前而家粉色圈呢一個地方嘅話咧係我哋廣佛同城嚟廣州最近嘅地方，同時亦都係去香港最方便喺佛山入邊最近嘅一個地方。咁我哋公園裏嘅話咧，周邊嘅一個交通上嘅話咧係非常之發達嘅。首先現有嘅地鐵站有3個，一個。香港的朋友仔比較關注一下咯，就係我哋平時如果在香港啊，點樣過嚟咯，係嘛？從香港嘅話，其實係好方便嘅。除咗廣州東站遠少少，可能半個鐘左右，去到嗰一邊。咁最近咧係廣州南站，咁啊南中國最大嘅交通樞紐啦。從我哋呢一邊咧，如果係乘坐地鐵嘅話咧，未來會有一條4號線，通過呢個舊桂華東站，4個站可以接駁翻2號線，咁啊30分鐘之內可以接。駁到呢一個廣州南站嘅，哦，咁就大概30分鐘，咁去到廣州南，再坐翻呢個西九龍嘅話，大概都係1個鐘鬆啲嘅時間就翻到香港，1.5個鐘到啦，係咯係咯係咯，咁然後嘅話咧，我哋前面呢個桂華東路站大概離我哋依家呢個位置幾遠到咧？桂華東路站咧，其實佢就係我哋嘅落樓嘅位置嘅啫，咁就從我哋嗱，如果係銷售中心呢邊計咧，直行100米咁就到噶啦。哦，好近好近，即係落樓就有地鐵站。冇錯，咁啊，除咗坐地鐵之外咧，其實我哋交通係好發達嘅，咁如果係打的咁計啦，打的其實都係20-30元到，咁啊20分鐘可以去到呢一個廣州南站。其實打車都好近，時間重短。係時間重短，唔使等，唔使等地鐵。係啦。咁我哋周邊嘅話咧，其實目前嚟講，如果話想喺呢一邊置業或者係投資嚟講嘅話咧，目前嘅房價已經係比較貴㗎啦。好似我哋對面嘅萬科金域南灣，或者係隔離嘅呢一個萬科上都會咧，已經係去到30000幾一平方，呢一個係二手價。咁二手價已經30000幾啦。冇錯，若然你要買一手嘅話咧。好似呢一個保利華業濱江係而家我哋最熱售嘅一個住宅小區啦，咁已經係冇錯，已經係去到5萬到6萬一平方㗎啦，咁啊總價要去到500到800萬左右先可以買得到嘅，呢個係我哋而家一手價，基本上都係咁樣嘅狀態。係咯，或者我哋再想問一問咧，幫我哋嘅觀眾問一問咧，咁我哋現在公園裏大概嘅售價去到幾多度？我哋而家公園裏咧，因為主要針對翻大灣區考察團嘅人啦，過嚟買啦，我哋有特別嘅折扣啦，咁其實總價嘅話咧，亦都係30萬左右嘅啫。30萬左右，係啦。咁今日睇嘅係公寓產品啊嘛。冇錯。OK， 咁詳細嘅一啲產品詳情嘅話咧，我哋陣間再睇。咁現在睇翻我哋區位呢邊。我哋如果係落樓想去街市買菜啊，還有冇啲咩即係生活配套便民之類嘅咧？係非常之多嘅。咁我哋公園裏咧，其實自大就已經有一個連鎖超市啦。咁我哋國內叫做福豐蓮花，咁亦都係好出名嘅。係好出名，好。係啦，咁亦都可以通過大眾點評有美團買菜啊，或者隔離咧傳統嘅一個菜市場咧，亦都有3到10間左右嘅。係啦。喺大概係咩位置？即係我哋過去嘅話，就我哋呢度過對面嘅石梗村就已經有2個噶啦。石梗市場。哦，咁好近，好近，非常之近，過天橋到噶啦，真係好方便。係啦，咁其他嘅關於譬如好似我哋
啲香港嘅朋友仔，可能屋企佢有老人家或者小朋友，如果係醫療方面嘅話咧，我哋附近會有啲咩醫療嘅設備設施咧？醫療嘅話，其實最近有一個二甲級嘅一個石梗醫院啦。咁如果係三甲級嘅，去到我哋呢一個佛山市第一人民醫院打車過去的話，其實都是十分鐘可以到的了。哦，十分鐘以內。冇錯。咁啊，公交車的話咧，我哋門口有個巴士站，三個站亦都可以到。哦，門口亦都有巴士站。係啦，咁啊，如果話有老人家的話咧，其實中益逛公園啦，我哋喺後邊步行50米就有一個市政公園噶啦，怡海公園呢一個嘅話咧係沿江2.8公里長嘅，咁其實佢呢度冇顯示出嚟啦，佢有條河嘅。係係。咁啊，喺我哋正面南向咧，其實都會有一條江，所以喺地理位置上咧，我哋係雙面臨江。佢呢個怡海公園嘅話，現在係已經係落成咗。落成曬噶啦，落成曬噶啦，係。OK OK， 即係基本上衣食住行，基本上我哋落樓都可以滿足曬啦。冇錯。包括我哋平時香港嘅朋友仔最關心嘅一個交通嘅問題嘅話咧，基本上呢度已經係都解決得到 TOD 項目啦嘛，畢竟叫做係啦。咁如果呢邊嘅話咧，冇啲咩其他問題，或者我哋睇翻我哋嘅沙盤呢邊好嘛？ Okay, okay, 我哋朋友仔介紹下我哋呢邊沙盤。成個項目嘅話咧，體量上咧喺佛山嚟講都算係中大型嘅。咁最主要係咩咧？我哋嘅商業模式有別於傳統嘅商場啦，我哋係一個體驗式商場，所以我哋成個商場首先我哋嘅純聯去做運營嘅，佢係花咗超過6億去打造翻成個公園式嘅設計，專門係做商業嘅，我記得上呢個發展商。公園式嘅設計，佢會有好多公園啊、綠植嘅元素喺入邊啦。咁而且我哋主要嘅部分分為兩大區嘅，一個係西區同埋南區。係，冇錯。咁我哋內街嘅話會有兩條無國界嘅國際餐飲美食街。一條是以日韓料理為主，另外一條是以中式餐飲為主的。我看到現在這個位置它是屬於一個空中花園還是怎樣？空中花園來的。那我們在天台的話，它這裡沒有顯示出來，有一個賽級的網球場的。哦，有網球場。網球場。我想問一下，如果是我們的業主住户是能否去上到這個空中花園？沒問題的，如果是住在我們樓上的話，是可以直達到我們四樓天台的。哦，直達。還有我看到呢，就因為這幾座都是屬於是公寓，是不是屬於我們的商業用房？商業用房，是的。然後的話呢，就分別是有什麼類型的產品啊，還有多大的面積左右呢？是這樣的，首先我們四棟樓已經是現樓產品了。現樓產品，是的，沒有這個交樓時間的風險，我們是即買即收樓的。即收樓，是的。首先我們主推的產品是銷售中心上面的2號樓，以一個平層單位為主，但是我們平層的話呢，層高上會有勢，我們去到3.5米。哦，3.5米啊？是的，更加多的設計空間。主力面積的話是有49方，咁啊大少少有66方，咁實際上其實我哋呢啲商業用房係可以平衡去打通嘅。哦，仲可以打通嘅。冇錯啦。即係有啲業主如果佢係想係做一啲咩公司或者係商業用嘅，或者自己想住大啲嘅，佢就可以直接買2間或者3間去打通佢嘅。我哋曾經亦都有業主啦，即係喺對面300萬買套2手樓，佢居然話過嚟可以買6間啦。6間嘅話係超過2000尺嘅一個面積嘅。確實可以買幾間啦，係啦。咁然後係咯，除咗平層之外嘅話，還會有冇其他類型？仲有個複式啦，複式嘅話喺我哋嘅5號樓。5號樓。係啦，5號樓。大概係。5號樓嘅話咧，係4.5米。4.5米高，4.5米高嘅 loft。咁其實我哋喺國內大部分複式都係4.5米啦。咁我哋嘅優勢喺邊度咧？我哋嘅優勢咧，在於我哋每間複式都可以做到對流。咁啊，點對流咧？我哋會喺側邊嘅地方咧多咗4個窗出嚟，令到每間房可以做到對流，乜面積都可以。即係佢嘅通風口會比較多啲。冇錯啦。係啦，然後之後嘅話咧，就成間屋嘅一個通風程度嘅話，會比一般嘅公寓會性能要好啲，係咪？冇錯，冇錯。OK。而且喺價格上嘅話，其實我哋差別唔會話十分之大。亦都係可以控制喺30幾萬、40萬之內可以買得到。30幾萬、40萬，冇錯，即係就係2層噶啦，已經係買兩層啦，係啦。並且嘅話，呢邊我哋係屬於毛坯定係帶裝交付咧？有毛坯，有一啲咧係帶有一個基礎裝修嘅。帶有基礎裝修，冇錯。OK， 咁我想問下咧，係咯，仲係其實我哋依家下邊呢個商場嘅話，一共係有幾多層？係咪已經都係開曬業啦？已經全面招曬商噶啦。咁我哋順聯嘅話，順聯係香港嘅集團先啦。咁我哋招商亦都係非常之快嘅，1.5年時間已經係全線開曬業，而且係主要做一個中高端嘅品牌啦。係咯，因為我啱先喺出邊入到嚟見到嘅話，基本上商場裏邊我未行過啦，咁陣間再去體驗下，已經係見到已經係臨街嗰啲就全部開曬㗎啦。冇錯啦，入邊嗰啲我相信亦都更加之唔使講啦。係啊，咁嘅話咧，其實我哋依家針對翻，如果係我哋香港嘅朋友仔嘅話，其實有冇啲咩係吸引啲嘅政策？譬如話呢邊有冇啲反租啊，又或者係可以代租代管啊咁樣嘅服務咧？
如果是對於香港或者比較遠的外地朋友過嚟買房做投資的話其實我哋是有個懶人方案嘅。點懶人方案？係啦，完全不需要你去做管理啦。咁我哋有第三方的酒店託管啊，酒店託管買落嚟之後，全程交俾佢，咁每個月都會有租收㗎啦。呢、這個正，呢、這個正。而且收益比咧其實唔低嘅，每年的年化回報率可以去到15%左右。哦，咁誇張啊！非常之犀利。哦，咁即係我哋係可以做到，因為我哋係即買即收租噶嘛。即買即收租。咁我哋係預計係5-6年左右係已經可以去到100% 嘅回報。佢會有一個就係嗰個軟包嘅費用係咪啊？冇錯。咁我哋都係。軟包嘅費用係每一個產品係會有唔同啊，定係都係固定咧？固定嘅，平層嘅話都係60,000以內就可以搞掂，係正常收費啦。呢一個叫做。咁係如果係 loft 咧 ？loft 嘅話咧，我哋暫時係嚟講咧係冇呢一個酒店託管。咁但係嘅話咧，我哋現有嘅一啲業主嚟講咧，佢都會選擇話自己裝翻個雙鎖匙設計啦。咁都係好好租嘅。我哋一層嘅話可以租到2,000+一個月嘅。哦 ，OK。好啦，咁如果係咁樣嘅話，或者我哋去睇下我哋嘅樣板房先。好啊，好啊。多謝曬你嚇。OK， 咁而家嚟到嘅話咧，就係我哋嘅一個實地樣板房啦。咁就麻煩梁生同我哋介紹一下我哋嘅一個交樓標準好嗎 ？OK， 呢一個咧就係我哋嘅交付標準啦。咁成個單位嘅話咧係49方嘅，咁包含翻我哋嘅密碼鎖啦。咁而且呢一右手邊嘅話咧有一個開放式嘅廚房嘅，咁包含埋呢一個水龍頭啊 ，TCL 嘅洗衣機啊。即係都係我哋酒店託管嘅標準。冇錯啦。OK。咁然後嘅話咧就，呢邊嘅話右手邊有個乾濕分離嘅洗手間。我做咗個乾濕分離，我呢個衛生間嘅位置都幾大下喎，咁可以俾我哋嘅朋友仔睇下。咁呢邊嘅話咧就洗手台啦，下邊就做咗個櫃啊。咁然後個馬桶啊、熱水器啊呢啲基本上都係我哋嘅一個交樓標準啦，因為酒店託管啊嘛，係咪？咁然後嘅話可以值得一提啫，呢個衛生間其實係做咗乾濕分離嘅，到時候係會做埋呢一個玻璃趟門嘅。因為現在是為了方便我們去參觀，所以這個位置現在就沒有做了這個玻璃，整體的空間感的話其實都是非常之闊落的。然後好了，再看看我們客廳這邊。客廳的話我們整體的開間是有4.4米的闊度的。4.4米的闊度，即是等於已經是住宅去到140平方才有這樣的開間。沒錯，是非常之大的。而且我們進深的話是去到8.5米。8.5米。眼前看到的這個客廳部分大的沙發基本上是可以當床的份的，非常之闊的。這個真的很闊落，這個沙發。還有1.8米×2米的床。都屬於我們的家標之一，有一個衣櫃。衣櫃大尺寸的等離子電視，哦，這個大電視都有的，沒錯，全部是包含曬的，包含曬，哇，咁都係都幾順下喎，依家，咁同埋係咯，啱先我哋喺個沙盤度講到咧，就我都有留意到呢個層高其實真係比一般住宅要高好多喎，冇錯，咁呢度係做到幾多層高度啊？3.5米，吊完頂都仲有3.4米嘅。哦，做3.5米層高，冇錯，3.5米層高係高於好多嘅市面上嘅住宅㗎啦，比好多啲住宅甚至公寓都要高喎，因為一般我哋見到好多住宅都係2.8米、2.9米，咁甚至公寓可能都係3米左右嘅啫，咁呢度做到3.5米，呢個真係確實係非常之舒服嘅成個空間感。或者我哋可以睇一睇窗外的景觀，其實啱先提到的一些新起的路啊、寫字樓啊，其實就在我們的對面，這個朝向是我們的北向來的。北向是嗎？右手邊這裡突出去的一條是我們啱落成的華城橋，橋的對面就是天安數碼城，延伸下去都是我們的產業科技的產業園一帶。哦，即是這邊其實已經是周邊已經是自帶一個很即係人口很完善的一個，很密集人口啦，係啊，所以就基本上可以發展商同埋啊呢個商家合作都可以做到一個自信，做到一個酒店託管。冇錯，係啦，哇，仲有呢度有一個全景嘅一個落地窗，係啊，平時可以喺度休閒，我哋係按照升級嘅標準去打造翻嘅。係咯係咯，我見到即係成個板房嘅一個設計嘅話，其實都係即係我哋嘅交樓標準都係會比較一啲簡約風，係啊，咁嘅話咧，同埋我哋想問一問咧嚇，梁生啊，即係我哋如果喺呢邊做呢個酒店託管嘅話咧，大概係咩價錢到咧？我哋咁樣嘅一間房啦，咁睇上去非常之靚啦，咁其實總價嘅話講出嚟一定有驚喜嘅。我哋成間嘅話咧，總包落嚟大概係32萬左右，咁根據唔同嘅樓層，其實都係差不多嘅，32萬左右就可以買到一間噶啦，咁樣嘅單位。而且嘅話咧，我哋每個月嘅收租嘅話咧，如果你係俾酒店託管，每年每個月都會有2,680嘅一個保底收益，加埋50%保底收益喎，而且每年有遞增，
每年有遞增，每年有遞增。哇，咁佢每年遞增大概幾多到咧？每年遞增嘅話，保底都有100蚊啦。咁分紅嗰度咧，咁啊，隨住地鐵嘅開通咧，會越嚟越高嘅，到時候。係咯，即係現在話，如果係2688嘅保底啊，再加埋呢一個每年嘅遞增，咁佢基本上嘅一個回報率都講緊係10厘以上嘅喎。冇錯啦。係啊，咁即係依家即係整個叫做佛山嚟講。無論是回報啦，同埋佢嘅一個上車嘅一個價格嚟講嘅話咧，依家真係非常之筍嘅咯喎。冇錯，性價比極高嘅一個產品咯。OK， 咁多謝曬。咁而家嘅話咧就我哋去睇下另外一個還有一個複式嘅產品好嗎 ？OK， 呢邊請。OK， 咁剛才嘅話咧就睇完我哋平層單位嘅一個酒店託管嘅交樓標準啦。咁現在嘅話咧還有另外一隻產品就係我哋嘅 loft 嘅單位，帶大家睇下一個佈局。首先入門口之後嘅話咧，呢邊就係常規做咗一個衞生間。咁然後嘅話咧，呢邊嘅話其實可以睇翻，就係因為做咗個夾層夾板喺度啊嘛，因為佢係兩層嘅可以做。咁然後呢邊嘅話就做一個開放式嘅一個廚房。咁其實值得一提嘅地方就係呢邊廚房嘅位置其實係會有一個細細地嘅一個窗，係作為一個采光位嘅，係啦。咁然後嘅話咧，同埋睇下我哋樓梯下邊呢個位置，同樣嘅亦都係有一個通風位。咁所以成個户型嘅話，佢嘅通風非常之好。咁同埋呢個户型嘅話咧，就係會適合我哋自住會比較多啲啊。咁呢個產品面積段嘅話，大約就係45方啦。咁睇翻呢邊嘅話咧，客廳嘅話咧，我哋就係做咗一個中空嘅一個設計嘅。咁同樣，如果係有朋友仔想出租嘅話咧，這個嘅話我哋都係可以做成一個雙鎖匙啊，因為這個單位其實係屬於一個無坯交付，係啦。咁然後好啦，咁再睇翻我哋二樓嘅空間如何嗱。咁依家上到嚟二樓嘅話咧，就睇到這個空間嘅話咧，係完全係可以放到床啦，做埋一個衣櫃啦，都冇問題嘅。咁而且嘅話嘅層高嘅話，大概就係做到二樓係1.8米左右嘅一個空間。咁同時嘅話咧，其實呢個位置我哋都可以睇到，佢亦都係有一個通風位，有一個細嘅窗口啦，同埋呢度可以做一個細細地嘅一個書台位置，平時可以作為辦公用途。咁所以嘅話，這個複式單位嘅話咧，我哋一般嘅話可能都係會自住啦，會較為多嘅，因為這個平時可以我哋香港嘅朋友仔啊翻到嚟國內啊度下假啊。係咪啊？或者旅遊啊，或者退休以後攞嚟自住都係非常之方便嘅，因為畢竟我哋落樓就有所有嘅我哋一啲生活配套已經係齊全曬噶啦。OK， 咁而家睇完我哋複式嘅單位嘅話咧，或者我哋呢邊嘅話做個簡單嘅總結。OK， 咁剛才嘅話咧，亦都睇完咗我哋兩個板房嘅單位啦。咁現在嘅話咧，我哋先做翻一個總結先。嗱，咁首先嘅話咧，我覺得第一樣嘢最重要嘅就係我哋依家其實呢個位置嘅話咧係。屬於我哋嘅一個千燈湖板塊嘅一個 D 區啦。咁首先嚟講，地段上已經係有一個超大嘅優勢啦。因為就正正喺我哋馬路正對面嘅住宅嘅話，價錢已經係二手已經去到3-4萬啦。第二樣嘢就係我哋嘅話咧，就呢邊基本上交通網絡係十分之發達嘅。基本上1公里範圍以內嘅話咧，我哋已經係覆蓋曬我哋嘅地鐵站啦、高速出入口啦、巴士站啦等等。基本上就可以實現到我哋嘅廣佛同城啦，包括我哋一個多鐘嘅小時嘅話，就可以去到我哋嘅一個香港西九龍啦，等等。第三樣嘢嘅話咧，就係周邊嘅價錢都係咁高啊，房價已經係咁高嘅情況底下，我哋現在呢個項目其實已經係一個非常之低嘅水位，30多萬就可以上車，並且嘅話咧回報係高達10厘喎，而且每年都仲係會遞增。咁所以嘅話咧，我哋呢一個酒店託管嘅呢個服務嘅話咧，係真係方便咗我哋嘅業主一個一條龍嘅一個服務。咁第四樣嘢嘅話咧，就係呢邊嘅話其實因為佢嘅價錢低，同埋佢嘅一個回報高。咁回報高唔代表住以後佢嘅一個升值空間就冇啦。因為周邊已經係冇所有嘅一個新地嘅一個開發啦。咁周邊而家講緊佛山，基本上都係會做一啲舊改項目會比較多嘅。咁所以。現在一個咁樣嘅一個升值空間非常之大嘅項目係非常之少噶啦，因為其他嘅譬如住宅公寓基本上都要講緊10000幾啦、20000幾、30000幾噶啦。第五樣嘢就係現在其實我哋睇到嘅話咧，所有嘅一啲商場已經係開始開業啦，已經係裏邊係非常之成熟，而且我哋自帶嘅一啲人流量亦都係好大嘅。譬如隔離嘅一個天安中心嘅呢個集團咁啦，咁係為我哋呢邊嘅帶來非常之高嘅一個收益，同埋穩定嘅一個租賃市場嘅。
OK， 咁嘅話，今次嘅話，我哋總結就到呢度。咁我哋今期嘅節目嘅話咧，亦都係到呢度啦。咁中意我哋視頻嘅話咧，記得點個 like 啊，繼續關注我哋環宇筍盤嘅呢個節目啦。OK， 拜拜。大灣區咁大，唔知點揀？咁多樓盤，花多眼亂，自住投資邊度好啲？有咩陷阱？有咩做貨位？想知多啲，試多啲，可以隨時上我哋公司揾我哋最專業嘅團隊傾下噶。我哋喺港九新界、深圳同江門都有分店，可以話總有一間喺坐近。仲有記得關注我哋環宇筍盤嘅 YouTube channel 啦、Facebook 啦、Website 同埋 WeChat 微信公眾號。咁我哋最新嘅市場消息啦、熱賣嘅筍盤啦，或者啲折扣優惠咧，就第一時間通知到你啦。仲有千祈唔好錯過我哋環宇筍盤全港首創嘅360全景上帝之眼，投資前睇真啲，勝算自然高一啲。我哋 GC Global 環宇筍盤承諾全程港人服務，一條龍跟進到收樓，從此選擇GC，包你啱key。